满满一桌子的万圣节大餐，有装点成栩栩如生的眼球沙拉、黑暗蜘蛛网的南瓜浓汤，还有黑色血滴子、乌鱼海胆、墨鱼面，不论视觉味觉都营造恐怖氛围。用了季节的海鲜，然后搭配海胆酱，然后搭配现有的乌鱼子，然后所搭配出来的菜。第二道的话，我们眼球肉瘤的话，我们搭配我们主厨特调的肉酱，然后搭配我们的牛肉丸跟猪肉丸做成的肉球。迎接万圣节，基隆八斗子一间饭店将餐厅变身成捣蛋鬼的城堡，每个角落都有万圣节应景的布置，邀请民众穿上万圣节装扮参加票选，就有机会拿到餐券。提出的套装内容呢，除了含我们住宿有专属的布置之外呢，再来就是我们的餐饮的部分，我们有提供万圣节的套餐，这个套餐有四样主菜可以挑选，而且在十月底之前你只要报名这个套餐呢，我们还加码送秋蟹。另外我们这个组装，我们这个套装里面呢，我们会含两张那个海科馆的票券，一张是智能馆，还有一张是主题馆的票券，所以大家来这边旅游的时候还可以顺便去参观海科馆。除了餐点还有万圣节的气氛，楼上的房型也很应景，打开房间各种恐怖装扮的布置，搭配超大的阳台可以俯视八斗子渔港，谁说过万圣节一定要人挤人。那大家可以往外看呢，这边其实可以看到一点点的八斗子的渔港，然后后面这边就是海科馆，而且这个阳台是这间客房的专属的阳台，所以呢你可以带你的亲朋好友还有带你的家人在这边享受，坐在这边看你这边看星星啊，或者是看海，都是非常舒适的体验。在疫情复苏之际，业者大搞创意，邀请民众来基隆八斗子搞怪过节，要抢攻万圣节商机。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。